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现在玩朋友圈的人嘛越来越多了啊，吃饭看电影旅游吐槽，有事没事发个状态，这成了很多人的习惯。所以有人说啊，现在想知道一个人每天在干什么，直接看这人朋友圈就知道了。在今天这个故事开始前呢，我们也先来看条朋友圈。这是一条配了图的朋友圈，文字上写着各位亲，出门办事儿，回来回复，下边配了三张图。看完这条朋友圈你有什么感觉？您是不是这么想？这不就是一条普通的状态吗？现在有不少人都习惯把朋友圈当那信息公告栏来用，什么开会中，有事留言之类的，简单省事儿，也很正常。可是您相信吗？有人竟然觉得这条朋友圈有猫腻，他甚至觉得这个手机的主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他发现什么了呢？难道这条朋友圈里还隐藏着什么信息暗号之类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还得从2018年2月6号那天说起。吉林的有一名叫赵金良的男子慌慌张张的去报案了，说他的女朋友失踪了。找我那个辖区民警报案，说是他的处的对象，说一天一宿没有联系了。赵金良说他女朋友叫丹丹，他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他在辽源市东丰县的一家宠物医院打工，而女友丹丹呢在公证岭开了一家鞋店，虽然他们是异地恋，但是平时呢他们都是有联系的。他和这个丹丹每天都有发视频的习惯，早上起来互道早安，中午问吃没吃饭，晚上说下不下班，有这个习惯。赵金良说，就在头一天中午啊，他还和往常一样跟女友丹丹通了电话，可是到了下午3点多，他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女友突然对他爱答不理的了。赵金良又给这个丹丹发视频，这个丹丹这个视频就挂断了，不接。女友挂电话，您说这做男友的什么反应啊？赵金良第一反应就是女友生气了，他心想难道是中午聊天的时候说了什么话得罪女朋友了？可是无论他怎么打电话发语音，他女友丹丹始终就没回复。这下赵金良就急了，看来这次得上门找女友赔罪才行啊。可之后发生的事儿却让他感觉事情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赵金良啊，从辽源就打车来到了公岭，到公岭已经是晚上6点多，看店已经关门了。赵金良的印象里嘛，平时这个点儿女友的鞋店还在营业，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关门了？女友上哪儿去了？就在赵金良不停地给女友打电话发微信之后，对方终于有反应了。可是意外的是，女友只回了一条文字信息，我不方便，要出门几天，你就别管了。别管？赵金良是又惊又懵，女友难道真的是女人心海底针？中午还你侬我侬的，这才过几个小时，女友怎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对自己这么冷漠呀？接下来无论赵金良怎么追问，丹丹那边又没反应了。起初呢，赵金良还只是觉得丹丹可能是在跟自个儿赌气，可是就在第二天一大早，丹丹的一条朋友圈却让他警觉起来了。不对，丹丹该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因为他发现早上丹丹发了一条这样的朋友圈，各位亲，出门办事儿，回来回复，下面还配了三张鞋子的图片。这赵金良感觉这个朋友圈发的有点异常。哪儿异常了呀？虽说丹丹是没有跟男友赵金良联系，但人家不是发朋友圈说了吗？出去办事儿，忙去了。就像有人出门旅游，怕家人朋友担心，也会发一条马上登机，手机关机，落地回复一样。起初警察也纳闷，这朋友圈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不对劲儿。可赵金良却表示，别人发这样的朋友圈或许正常，但是他女友丹丹发这样的朋友圈就反常。赵金良表示，大家看看配图有几张吧，是不是有三张啊？但是他对女朋友非常了解，丹丹有个特点，那就是配图啊，基本上都是配4张、6张或9张，几乎不会发3张图，这不符合女友的习惯。
这没听错吧？就因为女朋友只发了3张配图就跑来报案了，有人可能说这不是开玩笑吗？也许女朋友就是心血来潮，或者在那时候她一时没找着合适的配图啊。哎，这赵金良疑心也太重了吧？可谁知道赵金良也急了，他表示绝不是自个儿过于敏感，因为他发现这条朋友圈反常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不仅配图数量不对，最让他感觉不对劲的是图片的内容，竟然是这样一双鞋。这怎么越说越让人糊涂了呢？不是说丹丹本来就是开鞋店的吗？那他发几张鞋子的图片怎么还有问题呢？哎，赵金良这就解释了，哎，那是因为这双鞋子很特别。赵金良说，头一天他自个儿跟丹丹视频通话的时候，丹丹给他看过这双鞋，说是准备在过年的时候送给他的。也就是说，这双鞋其实是女友送给自个儿的礼物。可是再看这条朋友圈哈，无缘无故的女友怎么会把答应送给男朋友的礼物拆了，还一副要带出去的样子，这似乎不合常理。那再加上女友挂自个儿的电话，对自己前后态度180度的大转变，赵金良是越想越不对劲儿，所以保险起见，他还是报了警。按赵金良的说法，他是头天下午3点多发现丹丹反常的。可是当警察找到这个丹丹父亲了解情况的时候，丹丹父亲却非常意外，因为丹丹父亲说，就在头天中午他还去过女儿的鞋店，当时看见女儿一切正常啊。在忙生意的他呢还离开，这女儿怎么就这么快出事？于是丹丹父亲很快就带着警察赶到了女儿的店里。可是打开店门的那一瞬间呢，慌了，糟糕，这事情好像真不对劲儿。把外边卷帘门开开以后，发现内门没有锁。丹丹的父亲说呀，丹丹平时呢不仅要锁外边的卷帘门，他还会锁上里边的门。不光是门，进了鞋店之后，里边的一系列的情况也让丹丹的父亲和警察觉得反常。首先，大家发现丹丹随时携带的包还在店里头，可里边的钱包是空的，现金、卡片、身份证都不在，手机也不见踪影。可如果说丹丹是临时拿了点钱和手机出去办事吧，似乎也不太对劲儿，因为这一天他出门的时候竟然连外套都没带上。他的外，丹丹的外套还在鞋架上。凌乱的放着，不是挂的。他父亲说，在他离开的时候，他只有这一件衣服，是唯一一件外套。要知道，当时可是2月份，东北的2月份，外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样的天气，尤其还是名女子，正常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穿外套就出门呢？哎，这就让大家产生了个疑问：丹丹有可能被其他人带走，在他不情愿的情况下被人带走。如果真是这样，丹丹又是被什么人带走的呀？就在继续对鞋店勘察之后，卫生间地面上的一样东西引起了大家的警觉，一双黑色的男士运动鞋。有人可能会想着鞋店嘛，肯定是店里卖的货的。但是蹊跷就蹊跷在这儿了，这鞋经辨认应该不是他那鞋店之内的一个穿过的鞋。那有没有可能是买鞋的顾客换下来的呀？买了双新鞋，旧的忘记带走了。似乎也不像，鞋子在卫生间，您说如果是一般的顾客，怎么会在这儿换鞋呢？而且男友赵金良也看过了，这不是他的，或者是他所熟悉的人的鞋。所以您想想，店里空无一物的钱包，数九寒冬落下的外套，查不到主人的奇怪男鞋，这疑点是接二连三。这几点已经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失踪案子不简单。那么丹丹到底遭遇了什么呀？人又到底去哪儿了？当时大家不会想到要查清楚这一切啊并不容易。刑侦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但是勘查的结果是出乎大家的预料。但是在室内现场检验没有发现血迹啊和其他的非常激烈的其他的遗产痕迹，没有。如果丹丹是被陌生人强行带走，像绑架什么的，按说嘛会留下一些痕迹，难道这就再也没有其他线索了吗？
哎，有人可能会说附近没有监控，查查监控不就知道单子去哪儿了吗？监控，哎，这点警察当然也想到了。您别说，还真有，而且很巧，就对着单子的这个店门。那可不看则已，一看呢，一个更大的谜团摆在了大家的眼前。